妇女的部分，所以一定要喝酒开嗓。好，没有，后面是我自己加的。那我去唱那首，然后这首我就换了一个名字，反正就是很难得聚会的，所以叫做《欢乐饮酒歌》，献给各位。不一样的版本，老人家的有听过吗？那个奥运的，其实部落里面唱的感觉应该是这样的、啊。好了，先这样。哎，就回到部落里面，克制一下，克制一下，空档。好，这不一样哦，刚刚那个有特别修饰过的，这样就加了一点点音乐的该有的编曲。你们在部落里面听到版本可能不太一样，那其实我为什么很少唱部落歌？因为我觉得不太好放到编曲里面，因为怕编曲之后整个歌的味道就会不一样。那其实我曾经也试着唱着练习唱部落的歌谣在表演里面，那我觉得不太容易了。那我唱一首歌给他听啊，就是这是一首部落的歌，到都兰其实也不知道他的歌名是什么，因为我们的歌太多了，不好命名，他们都很像《拉纤喜之歌》《拉纤喜之名》《拉纤喜》，然后都很像。但这首歌是在男生跳勇士舞的时候，就是妇女或者是旁边的长辈们会唱的一首歌。
欸，男生在跳那个勇士舞很累很辛苦，在跳舞那个人不会唱歌，是旁边的人在给他打气加油，就会唱这首。那要叫什么名字？因为很多还是很喜欢我歌名，就是杜兰勇士歌好了，还是杜兰勇士之歌，杜兰勇士之歌二。所以不要再问歌名了，反正就是这样子，给大家听听看。然后一样，刚刚加了一点点音乐人该有的编曲。复杂的一些很难编，因为他就动不动就莫名其妙的 repeat 了好几次了。啊，其实上在部落里面也是一样，歌的头跟结束啊，通常都不是那么明确。啊，就是头可能第一句很清楚，然后什么时候结束呢？没有人会告诉你答案。就是什么时候有事跳完舞才这个歌才停止？没有，你就看情况就好。啊，大家可是部落的人就非常有默契，就是老人家。哇，然后有时候会很惊讶，哇，这首歌好棒哦，这样没有，他们结束都是莫名其妙的巧合结束了。然后歌都很短，这个在部落里面流传的歌都是这样，不信的话再给你听另外一首，你会觉得很像。然后只是我还是加了音乐人该有的编曲，不好编的，真的不好编，和弦都不会编这样。然后像刚刚勇士舞啊，我觉得。你们会觉得刚刚那个编曲太逗趣了一点，比较小朋友哈，但现场听的感觉会不一样，因为这首歌我们通常都不会加乐器的，就是掌声，应该说这样打拍子加清唱，在部落里面都是这样。然后如果有机会你们有到部落的话，阿美族也很特别，就是我们加那个拍子的时候喜欢加反拍啊。歌还是有反拍的哦，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结构，没有。
拍有没有？啊，一嗨，好，这样。这当然，你觉得很简单的东西，你看你到部落里面，你就会觉得好像跟大家的默契不太一样。然后试试看，待会会拿一首歌来试试看，让大家练习打反拍，好不好？这首歌比较慢。Oh, yea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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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